要真打游戏太菜，不如放学了吗？你私下会跟朋友们组队打游戏吗？前一年可能还会吃吃鸡什么的，对，最近很少。就你是属于里面比较菜的，还是比较好能带飞的那种？看状态，有时候菜的可怕，有时候呢就是可以把别人带飞起来的。比如说你菜的时候有被队友喷过吗？没有被队友吐槽过，但是有那种外面的人就是问放学没有，